早安啊，今天是礼拜天，现在几点啊？我看一下，他们已经起床一下子了。再看，这是皮卡丘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。现在是早上的9:42，今天等一下中午要去参加凯尔的周岁 party。今天蔡琳指定说她今天要吃 bagel 加 cream。还有两个这个蛋糕把它吃完。这是全联的芋泥冰心塔，还有芋泥生乳酪，然后我还要弄一个 bagel。今天蔡依林要吃蓝莓 bagel，bagel 老实讲就是要先蒸啊，然后再烤一下会比较好吃。所以我就先蒸一下。先蒸。蒸要拿盘子，铁盘，这边有个铁盘。哎呦，电视要关起来喽，已经看一下子喽，准备吃早餐喽。然后今天要跑比较远，今天要去北投，它是在北投的一个日式的温泉，好像是加贺屋吧，举办。你说什么？40分钟。对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对啊，在北投，在外婆家那边。哎呦，桌上稍微收一下。我不知道这放哪。嗯。我不知道这个放哪。等一下，哪一个放哪？这个。哦。先放后面。姐姐，你要吃冰心塔还是要吃生乳卷？嗯？然后去刷牙，刷牙准备吃东西了。这好不好吃啊？你看阿佑有没有跟你吃不一样的？如果阿佑要跟你吃一样的，你们就一人一半，有两个口味。反正那两个都是芋头的。又不想吃，他就饿肚子吧。反正我们中午就要吃饭。你要带宝可梦卡，可是没有人会带啦。彼得今天一定很忙，真的。彼得爸今天一定也是超级。你说什么？阿优，你看一下桌上的那个冰心塔，还有那个你要吃哪一个啦？快点。你要吃哪一个？好。那你就吃那个，姐姐要吃冰心塔，决定好了就不能换喽。看你们，你们可以交换一点点就好了，不一定要装。姐，你要不要？因为你要不要喝这个麦芽心的？好啊。我看这是要不要加牛奶？那个是。我要加牛奶比较好哦。哦，好，它这种是不加牛奶也可以的。我只要加牛奶这种。好，你只要加牛奶，它先泡开啦，所以会建议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。姐姐还没刷牙，去刷牙。阿佑，你还没刷牙，去刷牙。杯子太小了。姐姐，你要喝麦芽牛奶吗？那你要喝什么？牛奶。牛奶就好。人家牛奶买的。我的腿不是我的。你的腿不是你的，那。
难道你的腿是我的吗？我的腿走路起来怎么了？你昨天爬山呢？还好吧，我最近可能都有运动，所以昨天爬山觉得还好。这个脏脏的，没洗干净。妈咪要吃贝果。他又不能带 Switch 去，我们是去参加别人的生日的聚会，不是去那边打 Switch。Anson 妞爸也会去，妞妞也会去。Anson 不晓得会不会去。阿姨，你这样喝会超级浓的哦，我不骗你。这样喝真的会超级浓，因为它这个美露其实它也就不要加牛奶。美露是本来就要加一点牛奶。美露它那个，我们上次买美露，他说要加，不要加那个牛奶，那我还是加。你还是加了。都可以。你这样真的会很浓。姐姐，你牛奶拿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牛奶我倒好了。真的是。好，这个拿去。怎么是这个颜色的？那天我要加麦芽好了。你要加麦芽？你们真的是不讲好哎。刚才不讲好，我就不用再拿一只汤匙。哇，你的杯狗还在蒸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吗？你要进去看吗？不是啊，你告诉我好不好吃？你可以留一小口肉。嗯。那你要吃吗？就是。给我吃一口好不好？我也想要吃看看。我吃不。阿佑，你那个好吃吗？我可以吃一口吗？这个是阿佑的，是芋泥蒸芦卷，看起来很不错哎。芋泥感觉有颗粒哎。阿佑可以分我吃一口吗？我拿这个汤匙分我吃一口，那你用这个挖一口给我吃。哇！啊！你就没嚼完。我吃一口看看，哇！阿佑，你那个很不甜呢，很好吃哎。阿佑这个有颗粒，你看那个奶油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你都吃了还是看起来很好吃？看起来就很好吃了，可是真的不错吃。姐姐，你下次可以买这个，我吃看看这个。这是姐姐的，这个叫做芋泥冰心塔。嗯。也不会很甜啊，两个都好吃，真的。姐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哦，对，这都蛮好吃，可以买，连蒸的，哦，这都蛮好吃的。而且那个我们都已经冰两天还是三天了，还是蛮好吃的。接着我要泡咖啡，泡我自己的咖啡，还有新店菜的咖啡。新店菜一定要吃 bagel 加那个抹酱，还有买一个这个 cream cheese 的抹酱，前几天去那个 City Super 买的。妈咪说要吃这个，
然后还有这个，这可以切了吧？先取消哦。然后如果它可以切，把它对半切，再进去稍微烤一下，这样比较好吃。好，最后再拍泡咖啡。我先把杯狗拿出来。我们等一下换衣服，要换那个跟维尼相关的。今天要把他们今天的 dress code 是维尼咖的，维尼是黄色，黄色，然后穿红色的。我只能穿红色，没有。所以你自己去看你要穿什么。好，黄色哦。不知道要什么，那你穿啦。对啊，我背那个，哎、欸，它那个蛮好吃，不会甜。芋泥那个生乳卷吗？对，蛮好吃。蛮好吃的，真的，两个都好吃。你吃看看，我觉得两个好吃，我等下再切。你吃看，我是觉得两个都好吃。比我想象中，我以为很甜，吃起来不会很甜。那个顶多看他们放防腐剂啊，那个芋里面有放防腐剂，顶多都是两三天而已。可是那个保湿做的蛮好的，一定有价。对啊，阿优那个也好吃啊，他中间那个也好吃，所以啊放三天而已吼。对啊，那好吃。可是这个应该是限量的吧？之后会有吗？不晓得。我们去的时候很多啊。真的哦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我们去买的时候还，我是觉得蛮好吃的。东西也加不少。阿仲，这个应该不是他自己生产的啦，这应该是统一的工厂。嗯，我看一下，跟他联名的，对，联名来做。我猜，如果连真自己，哎、欸，哎，制、欸、造是美提耶、欸，应该是他自己的工厂哦、喔，在细致。他连真自己制造做的話。哎、欸，不对，美提是代工厂。美提代工，连真自己做哪有时间加这么多？美提好像有代工月饼。我妈说今天我们去北投的时候，我会顺便拿仙山薯给她。我就说好啊，可是只剩半包。剩半包，看现在搞不好也不好买了。哈，快被我吃，快被你吃完了。这很少啊。我跟我妈讲，剩三分之一包、啊。三分之一。寄给他、啊，反正他这样子就不会变胖。因为他寄都会偷吃的。他这样跟我说，那你就顺便带些番薯给我吧，可以啊。跟我说我们对那一包已经那个老师觉得太好吃了，他有上网。上网？那真的没有，只有 Costco 有。有，他说有，但是卖比较贵，对不对？加100块。100块？他卖多少钱？要买气球。你说他那时候不爽就买。我已经买两包了，一包很大包哎、欸，应该没有很薄哎，没下之后就会有了。那个感觉很新鲜呐、啊，仙山薯就是感觉很新鲜。那不拿你女儿汤匙就可以了，搅一搅。他说他每家不要，他上面好多怪怪的。啊。那一个一个飘来飘去，玉米脆脆吗？嗯。你买的那个泡芙有人卖吗？他那种的红色才哥，我也没吃过红色。他这个是不用加牛奶的、欸。这个是什么？阿优，那个好不好喝？你觉得？好不好喝？要冲一冲，放到洗碗机哦。麦芽好不好喝？阿优。比美露难喝。你比较喜欢美露哦。为什么蛋糕不能当早餐？太甜了。为什么蛋糕不能当早餐？其实蛋糕它里面应加很多有的没有。它蛋糕就是糖蛋。这样没办法写功课。哦。你今天有没有写？今天不用写啊，可是你上学的时候的那个早餐就是要吃营养均衡的食物。你没有。今天不用啊。对啊，你才让我知道最后会有一点。我切的太不均匀了，你看。没关系，那一片给你，一片给我。我不要。好，我吃饱。还没有好，还要再用烤的再烤一下。他这个不是为了说水波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跟我想的有一样吗？这个跟我想的有一样吗？这是 cream cheese 啊。哦，
就是 cream cheese 啊。姐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姐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啦？那边都水。那是 cream cheese、啊。那问你，你说，这样正常吗？不正常，那我不要用水磨的针，那会吃起来水水。没有，我有就蒸完再烤，把它烤，正常的。cream cheese 原本就是这样。怎么了？你觉得你？等一下，我刚才。地板咖啡打，刚才倒的时候，因为单只手太高了，你干嘛坐到我的位置，慢掉了吗？你的腿会酸吗？不会。真的吗？等一下。其实我的腿不会酸呢、欸，可是我最近都有运动，最近我都有深蹲。可是我只有酸小腿啊，可能就是因为你。可是我平常做重训又不会运动到小腿。对，我不太会。没有人是重训的。小腿你重训之后变萝卜腿，变超大只。哎呦，你还没吃完。没有，那姐姐说要吃。姐姐说要吃的。没有，叫她吃草，你帮我吃。这么好吃的、啊，你给妈咪吃啊？我吃啦。那就帮我吃。我刚才有吃啦、啊。小弟再吃一点，你这两个给我。哪一个？这两个。不要啦，这太多了。那妈，那个塔给你。妈咪，那你吃那个，我要吃这个。那你要吃一个啊、哦？你好。可是塔，我刚才吃这个给一点。什么是给一点？椰枣。椰枣，嗯，泡粉。要我先帮你看，你要穿。我昨天晚上有一部影片设定错，就凌晨发片，就是。去 HOLA 去买凯尔的生日的上集，生日礼物，凌晨设定错，没有关系的。我也已经发了一个方案了，没办法，最近常设定错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马上发，每天都马上发就好。也是这样，因为他我都在外面啊，用手机啊没办法打一些关键字啊或什么，比较麻烦，所以一定要用电脑。那你就回家就全部通通一起发掉。其实这样喝很甜吗？请你以后不要把绑架上面这样看起来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泡法应该是加热水。对，先加热水，先热水加美露搅一搅。那你想要增加牛奶的味道，再加一点牛奶进去，这样就不会那个。又有红的，又有黄的。对啊。他穿黄色，他穿黄裤子配红衣服。我没有，我走，我穿到没有。我再看一次。我们10:45出门，差不多吧，换过去。我们是穿短袖、短裤。今天很热，今天29-30度，今天超热的。我有两件。黄色。Time is 10 AM。黄色跟上次没给我买那件。就那件条纹的。条纹。会露肚子的那件。啊。都见过吗？还有那个。那你有黄色衣服？你有啊，你不是有那个？哦，可是我也只有一件。我也有，我还有一件红色。红色衣服超少，红色而且短袖。我有一件就是 C 开头的那个，但是昨天穿的。你说的全配。所以我现在等。等什么？这个有像吗？有像你要的。穿到肚子的。嗯。我没有。Queen cheese 只是拿来做螺蛋糕。为什么？掉在裤啊？掉在裤。你有别件吗？嗯。为什么？我的颜色变得超丑。那你看洗好了没？超丑。我只有洗衣服，看洗好了。你看我在洗衣服。为什么的？我不要相信他，因为他上次就把我面包烤焦了。哦，应该可以了，摸一下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刚好。真的啦，他上次就烤焦了，这样子刚好，你摸摸看就知道。就是外软内，就是外面是软的。好烫，不能拿这个。不能拿这个，那你要板子吗？这一下就不烫了。
真的，我现在就不烫了。我先把那个收一收。好。你帮我抹啊，我也要抹酱。